新系民族复兴和两岸统一的大陆同胞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王勇，在春节来临的时刻向大家拜年问好。春节是我们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，是所有外出游子回家的节日，是一家人团圆的节日。在这样的节日里，我们衷心期盼台湾能够早日回家，相信这是你和我共同的愿望。面对新到来的吉祥金兔年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，财源滚滚。